来，暂停，暂停一下。就是我们从原理上可以肯定，就是说电脑，它是因为是卫星本身每个内存是有差异的，但是说因为我们那个就是换成电表的话，就把那个差异就是表现更明显了，所以看到。就是说这个灯本身的差异是应该是在我们这个范围内，是不是？但是因为你这个把一个电子换电了，然后把这个电子就放大了，对，所以就看到这个。它说灯本身没办法。就拆完了，这样。就拆完了。啊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哦，那个十。